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小雀鸟在跳跃的感觉？有吗？有这个感觉吗？也可以没有，没关系。对，那这一首其实就是非常可爱的《Chico Chico No Fuba》。那我想到，我刚刚忘记介绍这个贯穿全场我们的钢琴伴奏老师吴秉真老师。对，居然没。其实我知道台下有非常多秉真老师的粉丝，所以刚刚他在弹大阮的时候是一阵窃笑，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弹大阮这样子。对，那他其实是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我们是同一个主修老师。那他后来很厉害的又跨足了作曲，然后钢琴这样子。那等于是我们就是刘阮的御用伴奏，是吧？ 对。那我们再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接下来要带来我们这场音乐会最后一首作品了，我们要先谢谢就是非常多就是帮助我们这场音乐会可以成型的人 的一些单位跟老师还有朋友们。嗯，像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开场的沈东老师，对，我们真的太荣幸了，请到沈东老师来开场。 对，还有就是各位有来的观众们，还有我们的录音。对，那我觉得就是会有这场音乐会真的就是非常谢谢从文学院到台大的音乐所，然后就是包括所长还有老师们就是非常的支持我们，所以让我们就是可以这个一边念书还可以就是一边快乐弹琴。对，我们就念书念到我们说快要崩溃了，我这才太想念弹琴的感觉了。我就揪着我老师，我就说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要来开场音乐会？对，我们其实是因为在书堆中，然后就觉得哎这样讲的好像我们功课很好，其实也没有。对，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真的就是非常谢谢台大从文学院到音乐所，然后就是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然后其实所办的圣杰还有雅茹也都给我们非常多的帮忙。是对，然后今天的很多就是我们刚刚那些常务的朋友们，从雨晴到欧阳还有明宇，对，就是非常谢谢有他们就是这么从下午就陪着我们这样彩排。对，然后你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录音，对啊，还有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这样子，然后真的就是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这边的大家，对，就是包括外面有下雨吗？我反正我今天早上来是下的蛮大的，好，我讲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大家，这样我们有没有漏掉谁？好怕漏掉，没关系，如果我们有漏掉的话，漏掉的话真的不好意思，那就是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曲子，还有一首，西班牙舞曲 ，OK， 它是。马来西亚的作曲家赵俊毅写的，所以当然不是西班牙的曲子，就是是国乐作曲家想象中的西班牙。那我觉得非常有趣，请大家听听看。